每个舞台上的演出都要经历无数次的练习再练习，每首歌曲的呈现都有着无数次的努力在里面。为了登上舞台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是木琴手，邀请您一同来欣赏我们努力的成果。2010金鹿慈善音乐会，一起来欣赏这一场温馨的音乐会吧。